刘丽丽继承了父亲的鹰爪番子拳，现已是美国、欧洲传播中国功夫最著名的师傅之一。20年来，他的外籍学徒超过了2000人。当年，许多美国人加入鹰爪训练，仅仅是因为他独特的造型。但不久，他们却发现了中国武术的一个新天地，那就是中国人以自然为师、向自然学习的思维。